对呀、啊，自己爆裂。哦，小乖快要会了哦，用耳朵给它伸进去。对，不是那里，是耳朵。对，插进去。它会了呢。哦，对。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啪一声就好了。好了。好，准备。来，来，小怪战斗开始。哦。太小力。这次转两圈耶。对，就是要伸到这个洞里面去。要跟自己的这样战斗，这样啪啪啪。对。哇，战斗小乖，嗯，我心意你轻一点用看看，不要那么大力。小乖的手借过一下哦，要发射咯。哇，你看轻轻的就成功了。喂，哦，小乖你赖皮。对呀。嗯。他说我不会。那边不是，他只有两个发射器。那个不是发射器。对，那个不是。哦，小乖，你赖皮。就在那里，这个才是，而且我想要这个。耳朵在哪里呢？耳朵在哪里呢？耳朵在这里。耳朵在哪里？来，来。好，战斗开始！哇！哇，你跟一哥哥比赛，不可以放进去哦。不行。哎，放进去就犯规哦。哦，看两个在那边比赛，耶、yeah! ！还没。哦，哦，小乖还没有停手，不可以伸进去哦，伸进去会受伤的，你会被狂野龙兽咬到哦。这样会流血。对呀、啊。小乖要怎么放进去？放哪一个洞？弄反过来，另外一边。不是这里啊。白色的。弄这个白色的。反过来了。反错地方。反这边。好。对。又反过来了。是这个要反过来，是这个，对。是反过来。哦，对，用拉的，然后再来，耳朵在哪里？耳朵在这里。我妈妈说耳朵是在这，就我妈妈是。耳朵在这里。好，战斗开始！哦，哦，树可以放进去，不可以这样。好、哦，乖乖，你的手给人家放进去了，你犯规了。等一下犯规的人要去那边罚站，因为手不可以给人家放进去。对。